台式卖场生鲜部门集体出动，急忙把冰柜物品撤出，放上层架搬运，抢救冷藏物。拜停电所赐，仅靠部分电力照明，美式卖场破天荒提早打烊，停电受灾户遍地开花，饮料店才开幕第二天遇到停电，无奈打烊，免费放松珍珠。停水，然后冰块最后也是断掉，也叫不进来，那不得不也是有提早一些。那今天结果又碰到停电，还是要提早。炒饭店的冰箱无法运作，导致食物坏掉，损失十来万。生意有减半，就是一整排都暗的啊。餐厅伸手不见五指，民众摸黑用手机照明，一手狂扒饭，度过客难的一餐。对，用手机在吃。球场乌漆抹黑，中华职棒统一时为全龙之战，台南棒球场开打比赛不。到20分钟遇上大停电，赛事被迫停摆，球员和啦啦队员只能打包回家。台电就跟你讲说，他没有办法跟你讲说是第二轮是哪时候，但是会有第二轮的停电。是两队总教练跟两队领队，因为这也是顾及那个安全嘛。新达电厂故障导致全台无预警轮流限电，民生用电饱受冲击，夜晚直奔该市喧嚣的街头，顿时冷清空荡，也成为另类奇景。三立新闻朝圣长王绍宇台中台南综合报道。